开，鬼让开！哎呦喂！啊！阿姨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换你来被撞试试啊！你怎么开车的啊你？你别想跑！哎，你们别这样，我不会跑，而且我刚刚好像没有撞到你吧？怎么，你现在撞的人还想赖账啊？没有，我今天确实有急事。要不这样，我这有500块钱，你们先拿着，后期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你们再来找我好吧？是还差不多，你赶紧走，赶紧走。姐。上次你把我妈的脚给撞断了，听听很花了不少钱呢，得赔。实在不好意思啊，你说治疗费多少钱，我给你们。前前后后可是花了50多万，再加上精神损失费，80万。你们这是欺诈吧？怎么？你是不是撞人还想耍赖呀、啊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赔，我就把那天的视频发到网上去。治疗费我可以给你们，但精神损失费绝对不可能。行，那我们俩可都要住在你的房子里，直到我的腿好了为止。你们过分了吧？过分！你把我的腿撞坏了，我们住你的房子怎么了？就是。就那个男的最近都很久没回来了耶，没回来最好了，那房子不就是我们的了？哎呦，说的有道理。